有实物可考的建筑发展史中，中国建筑正式出现应该追溯到史前社会，距今已有8000年以上的历史。半坡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半坡聚落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有密集排列的40-50座居住房屋。这些住房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面积在20-40平方米左右。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深和宽各5-6米的壕沟，起到防卫作用。壕沟外为氏族孤墓区及陶窑区。这种早期的原始聚落可以说是后来中国古代城市的雏形。这就是祖先们留下的坚实的痕迹。半坡遗址共发现了400多个这样的柱洞，这种柱洞很大，直径都在20厘米左右，最深的能够达到70厘米。柱洞的发现证实了祖先的房屋内矗立着高大的支柱，这些支柱使得房屋变得更加稳固。按一些文献上说，史前时代是一个构木为巢的社会。那么考古上呢，它实际上它发现的东西只是古人能够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那么柱洞呢，是我们所能够发现的古代建筑的痕迹之一。这种遗迹呢，是古代的人他盖房子的时候把木柱子打到地基上然后遗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们一旦发现了柱洞就知道古人曾经在这里埋过柱子。如果一根的话你不好说，也可能插根旗杆，插根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呢，一旦这个柱洞它分布有规律，比方说柱洞跟柱洞之间形成了一个圆形，或者柱洞柱洞之间形成了一个方形，而且有地基，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古人盖过房。于是呢，我们就知道古人的这个房子的结构，特别是史前时候设的房子的结构。柱洞的发现呢，就表明中国的这个土木结构，因为它是木头的痕迹，有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前社会。祖先们掌握了搭建房屋的方法和手段，于是平原上开始矗立起一座座稳固的房屋。春夏秋冬代被更迭，祖先们在这里延续着他们的生活起居，辛苦劳作，生死与离别，悲戚与欢呼。火是祖先们赖以生存的法宝，他们用火驱赶野兽，避寒取暖，烧烤食物。房屋里的灶坑使得火种持续不断地保存了下来，他们用火烧制出了用于日常生活的陶器。祖先们的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也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而当他们想要聚集在一起商议事情的时候，他们才发现没有一个房屋能够容纳所有的人。于是建造一个更大面积的房屋成为他们的需求。
一座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呈长方形的大房子，在聚落的中心被建造了出来。大房子屋顶上盖着茅草，门道估计是一个1米宽、5至6米长的窄道。房屋中间有4根大柱子，周围有小柱子和复壁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上端利用树杈的自然形状以价值衡量，这种利用树杈的形状来支撑的衡量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突破。在史前社会，如果房子很小的话，它是不需要量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柱洞是斜着的，搭起来上面形成一个锥形，房子很小。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可能社会复杂化以后，人们需要盖更大的房子。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上面怎么这个把空间给扩充，甚至提高空间，这个时候就需要量。量的出现就是在这么一种社会需求的前提下，或者叫甚至说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层出现以后出来的。当然它也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表现。1928年初春，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古代建筑遗址——安阳殷墟。殷墟遗址不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同时全面系统地展现出了31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不少有关建筑的文字，如家、宅、宫、宗。从这些生动鲜活的象形文字中，可以推测商代建筑的基本形象。下部有高高的台基，上面建造木结构的宫室，这一点从殷墟遗址中得到了验证。从建筑遗址上看，虽然还能找到半坡时期的穴居室房屋，但是这种穴居室房屋已经越来越少。与半坡时期的建筑相比，商代已经把房子建立在台基之上，建筑面积越大，台基越高，一般的高度是1米左右，最高的达2.8米，相当于现代普通住宅的一层楼的高度。那么我们现在所见的商朝的这个铸打技术啊，是拿小棍子一根一根把它捆起来打，因为这样打出来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夯打技术我们把它叫小棍夯，它利用了中国黄土地区这种黄土的特点，这种粘接度，把它堆起来以后不断的夯打，逐层的夯打，使得地基很结实。那个时候甚至用这样的黄土去夯打建筑的墙，也出现这种技术。中国建筑是土木结构，土木建筑，那么土木建筑的话，你光是土解决你还不行，你还得木头来解决。那么这个时候你因为房子大了，你得有很大的这个木头去支撑它，你还得有梁，甚至有更复杂的这个部件。那么你就要求你的加工的工具，加工木头的工具要先进。商朝正好是这个青铜时代，那么它的金属工具出现了，因为商朝国家出现了，那么它需要一个组织能够征用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很好的管理和驾驭这些劳动力，那么才能做得起这么大规模的建筑。所以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国家的出现，权力中心的出现啊，还有这个夯打技术的这个提高，以及加工木材技术的出现，才导致了后来夯土建筑的高度发达。古有天覆地载之语，在建筑的基本意象中，屋宇故可比覆天覆，而台基自当欲行地载，
人羡天地之不可穷极，故以高台比附神山而赋予建筑崇高的意义。殷墟宫殿建筑机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高大的台基上支撑着巨大的屋顶，从台基的高度和屋顶的大小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建筑等级的不同。高台榭美宫式的建筑在后来的秦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南10公里的未央宫乡，我们可以看到一座体型更为硕大的夯土台，汉代未央宫前殿遗址。在西汉王朝400年的历史中，未央宫的前殿承担着举行皇帝登基、发布诏书、天子大婚、接受朝贺、寿诞庆贺、皇帝入殡等重大礼仪活动。这些功能与故宫的太和殿相当，而它的面积却是太和殿的16倍之多。由此可见，未央宫前殿的规模可谓震古烁今。这是史记上的一个故事，就是汉高祖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大臣萧何在经营长安城，建设了非常宏伟的宫殿。刘邦回到这个长安城以后，当时很不理解，很生气，说天下苦战熊熊，何以致宫室过度也。那么萧何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叫这个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因为中国的皇帝，中国的天子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那么天子以四海为家，所以你作为一个代表这个王权、代表皇权的这样一个宫殿呢，应该是这个以壮丽来重威，就是表达皇帝的这样一个权威、这样一个威严。然后呢，还要不需要后世再来增加，就依次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实际上给了中国皇家宫殿的一个定义，就是中国的皇家宫殿是代表了皇权的，那么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权威，所以它必须以壮丽来表达皇帝的威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的宫殿呢，都是全国最高等级的、最宏伟的、最壮丽的建筑。昔日的帝国之都早已化为了黄土，皇权与建筑似乎从始至终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汉代，有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明堂蔽庸。蔽庸多指圆形水池，而明堂为水池上的方形建筑。明堂这个建筑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它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最高的统治者和天和神交往、交流、祈祷、祭祀的地方。根据专家推测复原，可以看到，明堂平面正中的中心建筑，坐落在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台基上，呈亚字形台榭。中心建筑周围由四面围墙、四向院门和四角曲形配房围成方院，围墙外环绕一圈直径约360米的环形水渠。整组建筑形成环水方院和圆基方榭的双重外圆内方格局。中央建筑下层四面走廊内各有一厅，每厅各有左右家室，共为12堂，象征一年的12个月。上层台向中央和四角各有一亭，象征金、木、水、火、土，祭祀5位天地。
五世间的四面露台用来观察天下。明堂辟雍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也是古代天子的明经宣政之处。建阙是汉朝建筑的一大特点，阙是塔楼状装饰性建筑，通常建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以加强整个建筑群的隆重感。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建于公元209年的汉阙，为我国汉阙中保存最完好的仿木构型阙的实例。古人有一种概念叫阙然为道，阙跟什么意思呢？就字上跟缺是一样的，不可或缺的缺，缺少的缺，就是在一个建筑物呢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可以从中间穿过去。那么什么意思？它是一种建筑的标识性的建筑，比如在古建筑的门口，如果门前有个门殿，门殿前面再加一个阙呢，标志出这个进入了这样一个宫殿的领域里的范围里了。所以自古人们就很重视阙的一个作用，后来这个阙呢，就后人就慢慢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五凤楼的形式。所以我们现在的午门就是最早的阙演变来的。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从汉代出土的陶楼建筑名器和画像砖中能够见到实例。名器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陪葬品，名器中不乏生动逼真的建筑模型。这些建筑模型再现了墓主人生前的居住环境，从简单的住房到四合院落，从苍楼、望楼、水榭到水井、猪圈之类，无所不包。很多名器上还能看到精雕细琢的建筑细物，包括柱、梁、栏杆、斗拱、门窗、屋脊、瓦室等等。汉代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四川出土的画像砖描绘了汉代人们的生活场景，在这组画像砖中，汉代富足家庭的日常生活栩栩如生地雕刻在汉砖之上，暗香浮动，争贤相明。从这幅画像砖的复原图中可以看到，这组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绕一回廊，后院有面阔三间的单檐悬山式房屋，另一院中有方形高楼一座，有着与汉代石阙中类似的古殿顶，可能是瞭望或储藏贵重物品之所，即望楼或苍楼。这种主要院落与附属院落横向并联的布局，成为后世大型宅邸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模式。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时至魏晋时期，佛教建筑已十分普遍，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的山西衡山悬空寺，依崖壁凹凸凌空而建，整体寺庙看上去层叠错落，
变化微妙。已有1500余年历史的悬空寺，如今仍能矗立在峭壁间，不由令人感慨中国古代建筑里的巧夺天工。魏晋时期开凿了若干规模巨大和雕刻精美的石窟寺，并在继承秦汉建筑成就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波斯乃至希腊等地的艺术元素，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形式和艺术表现。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石窟寺的典型代表。云冈石窟大部分昔日建造在石窟外侧的木构建筑已经毁去，但是石壁上还能看到原来架设木构件的痕迹。云冈石窟从早期以佛像为主开凿石窟，到中期洞窟分前后室，后室洞窟中央雕刻佛塔，再到晚期洞窟外部做成三开间门廊状的石窟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石窟寺建筑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之门阙殿阁与堂榭楼台，早已化为残垣荒草，唯有石窟中的大佛依然震撼着后。